我叫你不要种，不要种，现在种了这么多，只能当去自己吃了吧。朋友们啊，今年我们果农特别难，种出这么好的橙子啊，没有人来收，全属树上了。如果你看了不忍心的话，帮忙点个小爱心，进我直播间，让我赚点肥料钱回去吧。